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 我们来看2月4号、5号、6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呢，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们跟亲友相聚，整个气氛非常的和谐温馨。天蝎座的朋友们，虽然跟亲密的伙伴之间有一些意见的不同，但是呢，有机会透过沟通达成一些共识。水瓶座的朋友们，最近呢，这个身体这个非常健康，精神好，也睡眠充足，有一种精神饱满的愉快感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星座呢，处女座的朋友们，希望可以多听听身边的人的一些想法哈，虽然跟自己不一样，但是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。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留意言多必失，在说出话之前呢，建议三思而后行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灰黑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红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紫色。